2023年8月，今年的镰仓鹤冈八幡宫雪冬季上也展示了安野秀明监督的前灯，在旁边的是安野梦洋子的行灯。安野监督的行灯上从上往下分别画有初号机、奥特曼以及假面骑士的眼睛，最后是谢谢的文字。此次或许可以视作是对2018年的常灾战场行灯的回应。常灾战场行灯上暗示了新福音战士剧场版、新奥特曼、新假面骑士三部作品的上映时间。福音战士工作品牌 ATFIELD 与株式会社信浓制作所合作推出气动吉轮扳手，有初号机以及二号机两种款式，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内置有调节器，机头采用双支柱装置，延长了吉轮的使用寿命。将于8月24日至26日于千叶木章展览馆举行的第59回 Japan DIY Home Center Show 2023 Matsuki 展区进行首次展示。来自出品官方角色服装、角色商品的 COSPA 福音战士挂件系列第三弹登场，本次包括有定真寺、林波利、赤波明日向兰格雷、真希波玛丽依兰崔亚斯、主勋、加持良志六位角色共9种款式产品，11月上旬正式发售。10月上旬于东映太秦映画村、Everstore 在线商店、Everstore 部分实体店铺先行发售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